我是丝毫不见衰弱，我也差不多该撤退了。曹操大人，敌人似乎在我方的退路上安插了伏兵，向襄阳撤退的我方将士遭到了攻击。哦，竟然安排到了这一步，周瑜、诸葛亮，他们的才能真是可怕。 但是我不会让他们如愿的，击退北面布阵的敌军，保证我军的退路。传令全军随我来。遵命。越是深陷险境，越要沉着冷静，必须彼此掩护，突出重围。是。爷。 船烧火了，原来这就是敌人的目标。但诸葛亮的计策应该就只有这些，大家不要慌，点火是蔓延。黄盖将军的计划被戳穿时，简直吓死我了，差一点就不能成功点火了。火计总算得以执行，但规模。 却与预定中少了很多。哼，爷。哼，爷。哼，爷。 任何人都休想再向前一步！赵子龙，在此。为了保护大家，吾不能停下脚步，必须设法击败敌人，突破。 主公啊，一定能平定乱世。好厉害啊，不愧是主公啊！
似乎有从外面的人被留在楼里，或许是北将军。您可不可以设法将他救出？要是知道友军平安无事，士兵们也会士气大增。 关羽将军，谢谢，那我就先行一步了。
我的道路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，真是精彩的一战。 帮帮我！我的主公在这场动乱中消失不见了。其实我是曹操大人的手下，再这样下去就麻烦您帮忙找找吧。 在那一带见过他，绝对。 算与己方会合了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我这边也找到了几名我军士兵，靠这些人马，还是撤退吧。 精彩的一战。 没事啊，这下可以放心了。好，我们一定要卷土重来。报告，曹仁大人，已经确认曹操大人平安无事。哦，这真是太好了！我也要。
全是从前线逃回来的伤病员，大家都已动弹不得。要是能找到药，就能救下他们了。对了，那一带应该有药，但现在那里敌军遍布。 这里的伤病员已经全部撤退，谢谢您。我自有我的道路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。真是精彩的一战。 Hey!
骏马的行动迟缓了呀，但是接下来就是漫长的逃亡之行了呀。嗯，只要有饲料，骏马就能恢复体力，这样就能和大家一起逃走了。 收集这么多应该够了，那就等骏马恢复精神后，就立刻开始进军，必须尽快与友军会合。这点小事，简直易如反掌。主公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
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，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 真令人眼前一亮，暂且撤退。但是，下次相见，我不会留情的。即使身处劣势，我们也能获得胜利。看来宗家根本不可能战胜曹家。 Hey!
后一刻失手了，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整个战局。就让这场小小的胜利成为逆转劣势的踏板吧。你将已被我击败，我自有我的道路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。真是太厉害了，不过我一定能平定乱世。全都走散了，但总不能丢下大家独自逃走。就算只找到了一位友军，也请您告知一声，就麻烦您了。我们阿杜姆玛雅阿缪，救出的士兵吗？谢谢你帮忙救出友军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控制撤退地点。我自有我的道路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。主公，您真是太厉害了。
快来，与我较量一番吧！
之前，未曾向您建言，一旦就任魏国，您就会失去大义。人们自然会想到，就任魏公之后的路线，接下来是我，而再接下来就是你。世上会是主公，会觊觎皇位的乱臣贼子。如此一来，就会与董卓政变时一样，纵使恢复了国力，也无法挽回人心。 那么，等我以魏公身份平定天下之后，再辞退魏公之位，重做汉臣便是。怎么可能那么顺利？魏推行的礼法就是魏的礼法，不是汉室的礼法。即使强行创造出短暂的太平之势，也会立刻扭曲变样吧？现在这样。
确实会花费更多的时间，但是借用历史悠久的汉室背景，才能使天下真正的重获安宁吧。您所说都很有道理，也非常理想，但是这场战败已经让我失去了太多时间，现在根本无暇顾及手段。希望你能明白学运，一切都是为了及早结束乱世。实在抱歉，我还是无法赞同。